车开始离开国会大厦。今天举国上下，我们在雨中送别李先生。灵车队伍将进入市政局，那里已经有不少的学生和军人在国会方、圣安德烈路、史丹福路和滨海公园通道附近沿街守候，等着向李先生道别。大草场附近，新加坡炮兵已经准备就绪，准备发射21响礼炮，向已故的建国总理致敬。发射礼炮的25磅炮来自第23炮兵营，这是国葬仪式上历史悠久的敬礼。群众高声呼喊着李光耀先生的名字，心里是沉痛不舍的。
会将以平均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，从国会大厦前往国大文化中心，全程15.4公里，整个路程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。大草场，新加坡炮兵已经准备就绪，准备发射21响礼炮，